在干嘛？没干嘛。哦，你呢？在干嘛？没干嘛。过年不就是这样吗？哪样？就吃年夜饭啊，看春晚啊，发发红包啊，放放鞭炮，看看烟花啊什么的，就很无聊啊。所以你是无聊才打给我吗？不是啦，哎。我分享一个网易云的歌单给你，我们一起听歌好不好？歌单？你没见过歌单？我天哪，那我来带你见见世面。无烟，捡到星星的碎片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别看我是个理科生啊。但是我之前在网上聊起易经的时候，可会吹彩虹屁了。意思就是用很多华丽的词藻和诗句啊什么的去夸易经。但是喜欢上你之后，我就觉得很多时候，我听到某一首歌，就会想起你。那首歌给我的感觉，就是我对你的感觉。你时间长了，就不知不觉地收集了很多的歌。我想描述我的感觉，却又找不到一个词汇，又或是说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就听那些歌。再后来，我就再也不写那些彩虹屁什么的了，就觉得把这个歌单分享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懂了，就能清楚地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了。那为什么叫捡到星星的碎片啊？因为有一个你自己都忘掉的秘密，但是我知道。孙念青，你心里的宇宙不是黑暗的，我已经捡到一些星星的碎片了。所以之后不论在哪里，我不小心弄丢了你，我都一定会找得到你的。5 4 3 2 1，新年快乐啊，年轻。新年快乐。好啦，我要听歌咯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